下面为网友弟子内实行洗礼，而奉主耶稣的名问他几个问题，请他在耶稣基督面前还有众会友面前用心灵和诚实回答。王有利，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？我承认。你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全能的神吗？我相信。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全能的神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降世为人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后复活，他的死成全了我们完全的救赎吗？我相信。你相信圣灵是赐新生命的宝贵之，是全能的神吗？我相信。你愿意受洗归主，借着洗礼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加入教会吗？我愿意。王有利姊妹，照着你所见证的和你所信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，现在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。Thank you.